张氏军道民众红牌抗议。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昨天中午访台，多个团体在桃园机场内外抗议，警方派出大批维安警力戒备。民众搭士族热潮，手举人民举红牌抗议王章惠牌子。岛国前进成员林非凡和陈维廷等，在王章惠举行的诺富特饭店外与警方对峙。动新闻桃园报道。